感情走到这甘准独散，离别的纸船，如今只剩一条无缘梦。过去的记忆，一幕幕亲像电影，为何结局我会不知安怎写？所赌的，你是要我命啊？跟唐哥红军交战，伊不是这种人，我不相信。娘公刚才耍着，紧急时间你也去。十三哥，伊是看你运气，就随运讲给你，搁甲你的相当以后，一点仔拢无搁家己的身体状况。我就怎，我一定甲金唐哥红，还佫有姐姐抓回来，来替你治伤。阿妈，小小好，卖哭卖哭。我知道这好在什么所在，康佳姐。嗯，这是青青的灵珠，一探这好要注意的时阵，突然消失在后挂。有好要使消息，我总算能替我阿爸报仇啊！哪呢？青青跟我要紧。伊好就好，接无了真痛苦，强强。袂用的，我爱赶紧叫青青出来。阿妈，明仔载一透透，我就出发去找好买菜，你踮遐疗伤等我。还够金汤哥，一定要退转来。我知影。文小姐，你是无了无一对伫我后边创啥啦？我要跟你同齐去找好买西啦。你，啊你也袂晓功夫啊！你来只是增加我的困扰尔，我拜托你，你即马紧转去啦。我想哪袂当去啊？好买西杀死我阿爸呢！我伫我阿爸的梦前就抓过，我一定要找到伊，替我阿爸报仇。我拜托你，你莫来乱啦！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替你阿爸报仇。所以讲，你即马就先转去，乖乖等我消息吼，乖。你当作我傻花囡啊！哎呦，我就抓啦！我一定袂甲你添麻烦，我一定会乖乖听你的指示。而且我有经过十三哥的同意哦，伊佫替我开天眼，会当看到青青哦。是啊，我阿妈的身体还袂恢复，伊是头壳空着。还佫有啊，十三哥有教我一个法宝，会当帮助你打败迄个好鬼师。什么法宝？来来来，借我看，借我看。无啦，这哦，唔是每一人拢有诶，而且嘛唔是逐工有诶。阿麦老师，行啦。啊，唔过。莫搁伫遐唔过咪过啊啦。青青若是无去，袂当怪我哦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是叫青青要去。行。哦，光着青青走到遐飞咧，要搞气。赶快等我啦。应该就是这，那你快去吧。你卡细腻啦，这涂跤拢结界，你若一打落，你也无命。涂跤有结界？哪有啊？废话，你也不是我这种专业人士，你当然嘛看袂出来。先生，你边仔的？别客气，结结倒落你。
将，紧把包间又收起来。青青，青青，你紧清醒啦，青青。娘公，青青师弟。不能醒，乖。老师要来喊你来了。娘公，你听我讲，今晚是好未使娘公的时间，跟娘公哦，你也隔壁阿伯是记记得。好。爱记得，爱说你，袂当去会发现。青青，你家己着受伤这重啊，你家己替我烦恼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带你倒转去。你是好阿妹啊！我是来甲摕金糖果，还佫有替我阿爸报仇，毋是来看伊只单情煞的。若毋是青青，咱哪会知影好袂使伫遮？敢讲你一条路拢毋知影感恩？青青，你想过这条路？你别喊我。娘，爸，我紧找啊！佮今日总才紧找啊！轻轻讲话，就轻声细碎，温柔体贴，对我讲就歹亲戚，客气。我无代志，这应该是好比赛适合的机关。后来已经知影咱得着金堂国王啊！啊，咱今麦变怎？这两个门紧走啊！走啊！啊！娘公，娘公，你弄着我啦！我唔去行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连恁两个也搞来偷摕物件。两个王兄啊，听了无，恁就死了一条。你莫想想啦，我是无可能甲金堂国王交你的。真正是七月半唔知死活，今边我甲你拍一个半小时，也阁唔敢讲，惊我着叫你直接去地阎王。哼，今麦我是日头当阳。你的法术是上弱的时阵，想爱上的命也可唔知的。好，阿兰，今日将我的秘密拢甲讲。那么我哪敢来追？好袂使，你杀死我阿爸，我哩一命赔一命。哼，就算讲我的法力搁较安怎了，对付恁这两个青仔，还佫有剩的。发招！是啊，我是啊。
你的玩意到真正够厉害啊！天公伯啊，请你保庇两公甲晴晴会当平安倒转来。 好话给你听先呢。对啦，多谢十三哥你教我绝招，我才能把叫伊抬死呢。对啦，多谢十三哥你教我绝招，我才能拍牌好你好袂使，该上台好袂。紧啊紧啊，讲好啊，紧啊好啊好啊紧紧。娇。 总算得到金堂国王，阿妈，恭喜你哦！总算是摕到金堂国王，会当治好你的伤啊！ 两公诶，伊即个做了真好，阿妈无白疼你。对啊，阿妈，我有甲晴晴哦带转来。 你得要魂飞魄散。七公伯啊，我拜托你啊！ 你伫遐保庇晴晴哦，平安无代志啊，拜托。晴晴也毋是人啊，是变啊平安无代志。天公伯啊，我拜托你，啊，晴晴哦，甲较早同款，倒来我的身躯边，我唔管伊是人也是鬼，我拜托你要甲伊带走啦。 我问你啊，你甲晴晴到底有啥物关系？你想要这样关心伊啊？啊，就好朋友啊。好朋友，你有这样关心伊？我伫怀疑迄个晴晴根本就是你的鬼某。欸，你莫后白讲啦，我还阁是在世的呢。在世的？那你向我解释啊？我是要甲你解释啥啦？关你啥物代志啦？ 顶两个根本都有问题。我听无你咧讲啥。说啥去啊？我不管你以前甲伊啥物关系，也毋过以后，我不准你甲伊来往。奇怪呢，你是凭啥物管我？我是为着你好，人甲鬼本来就是无共款世界。 你若是愈接近伊，你会愈来愈衰。我不准你安尼讲清清，伊无共款，伊是无可能会害我的。梁公，你拜托较清楚，好无？好啊！你管好你的代志就好啊。我的代志免你加报啦。就算讲我会衰，迄嘛是因为你的关系啦。好，你真正是人较唔惊，鬼太高高惊，放手你啊！ 真心啊，十三哥。
我又搁用金汤讲救你一摆，这个温情，你应该知影咩啊无吼？我知影，金汤讲王你已经提到手啊，即马就差一项物件，就会当完成你的愿望。那安尼，你敢会帮助我完成心愿啊？阿三哥，我真正无法度跟伊下手呢，我拜托你，你帮伊刷好不？安怎？你是要听我的话，还是想要魂飞魄散？你自己做选择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总算回来，我就欢乐你。两人这么亲密，还跟我骗讲只是朋友。你真正要无代志啊？伤拢好啊？我真好，免烦恼我。明月，我若是要冲出去，两公一定讲。是我不如阿姨，我一定会看较清楚的。我哪有可能没烦恼啊？你叫好袂使，这包狗强要分飞撇散，而且全身骨拢伤，你敢知影我心内足惊的？你惊啥？我惊你会永远离开我，安尼我就靠袂着你了。你是安怎？你有倒位不爽快？还是我拄则讲遐话，你不介意听？是的啦，啊，看到你无代志，我真正伤过欢喜啊！你莫生气啦。我无生气，我是欢喜。看到你这么关心我，我真正就感动。原来是安尼哦，青青，咱实在嘛一段时间啊，你一直对我足好诶，而且阁教我学法术，啊帮我度过哦足侪难关诶，我会关心你，这嘛是应该啊。阁再讲，其实我心内对你。我无你想的这么好。哈？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娘公，你千万唔通怨恨我，有真侪代志，嘛唔是我愿意。虽然我听袂你咧讲啥，啊，不过无论你做啥物代志，我拢会原谅你。你着莫安尼油头革命啊，好无？娘公，是的。Thank you.
你安尼想创啥？你想要害良公？无你的代志，你莫管。什么叫做我莫管？良公是咧救命运真人诶，你想安怎害伊啊？陆文小姐，知影选择代志对你无好处，我可可你，莫管伊阿叔，奥迪卡阁会当保你的性命。无可能，我无可能让你伫咧阮家学袂来。你老实讲，爸无，我就叫十三哥甲你收起来。我目睭叫囡仔，住伫遮这么侪年，我从来冇看过你这么水的姑娘啊！既然你一个人无依无我，我照顾你一世人。怕是情，妈是爱。来来来，拍到大来。你既然对师傅这么无礼貌，真正是该拍。啊！你叫我日头拍着，我强要煞生气，也唔知的人哦，当作你是查某鬼。青青，你真正对我足好个呢。若不是你是查某鬼哦，我一定会娶你做某。多谢你这么信任我，我不让你去投胎，我让你陪我一世人。做一个拼过风霜飘泊的查甫。做伴，做着温情快乐生活。流一挂心酸的目屎，当作一副藏在心肝。脚苦，我也不愿哭出声。不怕现实中的拖磨，将我的惊。请人生的运转盘，斗阵的你看头前沉山甲林山，若有心要拼，心头就爱抓好车，为三顿为前途。